哦，上次用一次就一直吐了。哦，辛苦。对啊，辛苦了。没有辛苦，我很会。阿姨都弄完了。你要学啊。有啊，阿姨有先教我三个啦。嗯。刷牙一样啊。嗯，只是不要用，就清水就好。不要太大力就是了。然后后面才用这个啊。嗯，这个脏，有刷起来的脏的，有时候会粘在这个海绵啊。嗯。我就在白开水洗一洗。哦，它还要拧干哦。拧干啊，不然太多水，万一它呛到呢？哦。不进则看护在后面观摩。哈哈哈！嘴巴张开，张开，张开哈。昨天你回家的时候，你的先生、你的小孩说：“哇妈，你回来了。”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已经习惯了。习惯了。然后晚上他们要等我回去才去吃火锅。嗯，哇，那昨天吗？今天哇，今天我儿子放假。哦，那我们今天你早点来，那我就早点来，你早点可以出去吃饭。哎呦，别这样嘛！来，张开。要不然你们什么时候吃到饭啊？就等我回去再吃啊。嗯。我可能会默默的去你们那一桌坐下吧。对，阿姨嗨。刷牙，嗯，那不是他们还要检查牙齿，是哦，要刷干净，是哦，对，护士还是会检查的、哦，对啊，我问你啊，嗯，然后再嘤嘤这样子吗？是检查的，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检查牙齿？张开嘴巴。